我是喵姐。小高现在在睡觉，我去整蛊一下他，忍住不要笑哦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你又整蛊我？你是不是姓郑？不要不要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刘弟去帮我爸完成作业，怎难不到我？棉花你也能画画，我真是太有才了，快给我点个赞吧。小高，你的画已经画好了。不错不错，这次应该有80分啦。喵姐，为什么是你的名字？小伙伴们，还记得我刚才画的彩虹是多少种颜色吗？4种还是6种呢？欢迎到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哦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